发明发言罚款繁荣反而反复方反应方案反正发明听说他发明的这个东西能帮瞎猫减肥发言下面是陆先生的发言时间有请陆先生罚款先生您违规停车罚款50繁荣这座城市越来越繁荣了反而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他反而放松了下来反复小林担心出错反复打电话确认方这块桌布是方的反应我说了半天他好像没什么反应方案下周一之前请大家拿出一个合理的方案反正我们就在这里等小叶吧反正他很快就会回来的